为了加这个机器已经加了5分钟了，然后 Welcome back to Nana TV。 然后距离我上一次在这边拍摄已经过了有2个月了吧，然后终于放假有时间可以回来搞一搞。然后这全部都是我就是这2个月一点一点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些就是沙发啊电视啊什么东西，然后多多在这里帮助我拍摄，然后还有我的好朋友 CU， 然后我现在就准备今天算是我们动工的 day one， 我们就要把所有东西都拆开。剪刀在我包里。剪刀在你包里、嗯。然后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脏乱的，我们决定把东西拆开完了之后再让阿丽进来打扫，因为已经没办法，东西已经堆到那么多了，所以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这个妮娜放我哥，说来帮我一起。他好像早上去跳舞了，他回家洗个澡，也不知道洗澡是洗到几百。没有，不用组装哈、啊。不用组装。他那边多长？好，先到他那，他先收我这边。对，你先收来哈。对。这边呢，我觉得这也方便。对，我就这样吧，先好不好？嗯，你就先这样，然后不行就。嗯。这边是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翻过来，然后下面安那个。哦，它是帮助你哦，我知道了，它是帮助你固定角度。要把它拿走。这样。错。多多，你觉得我这个小功率怎么样？很可怕。我以为是很可怕，因为很脏。白天来是可爱，晚上来是可怕。说明书。啊，有工具。哦，这个要装吗？对。两个酒，茶几的酒。现在柜子好了，这个好了，茶几好我们今天差不多就结束了，然后列了一些就是要还要购买的东西，然后看明天后天去买，还挺兴奋的，希望明天后天就可以约到保洁阿姨。今天我们的工程就完工。Hello， 今天呢要来组装桌子，然后其他东西都跟上次一样。嗯，今天找了一个师傅来组装，明天会有阿姨来清洁，清洁完之后就可以把这些没有拆的包裹都拆掉。然后还是发现有很多东西，小东西还没有买，希望这个师傅能装好，因为我这个是在网络上订的那种定制的桌子，所以他也没有写什么说明书或者什么之类，很简单啊，这个我们看了半天，觉得太难了。你们看了半天了？那你给这个图片发给我。
顺便来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这个电视要怎么让它启动。不是也要安装吗？没有。也没有啊。对啊，因为是在淘宝上面买的。啊。也没有特别说对安装。快要装完了，这是剩这一片对吧？对，这马上把这个厂商名扣掉了。但这个真的实在自己装不了，我感觉。啊，我们摆好了，我们摆好了。这个 size 我们当时量的好像还挺对的，虽然看着有点大，但是到时候东西多了之后就好点了。谢谢师傅。要不你给他这个吗？拿出来，我这边的螺丝再紧一下。买了俩。啊，我的刘海。哦。